小朋友们，你们猜猜我是谁？猜到了吗？变，猜到我是谁了吗？这个是个脸谱软糖哦，我们用这个吓唬吓唬乔治吧。先把它打开哦。我把这个打开吓唬吓唬乔治。用一个大黑红色的眼珠子，还有这个大嘴巴啊，我来吓唬吓唬乔治哦。乔治，你猜猜我是谁？这是谁呀？是个妖怪吗？我是你的姐姐呀，你看得到吗？你不是我的姐姐，你是妖怪。我吓唬你的乔治，我是姐姐呀。这是个假的哟，吓唬呀！小朋友们，你们害怕啊？小朋友们都不要害怕，它是假的，它吓唬我们呢。这个还能吃呢，乔治。你吃就吃糖果吧，干嘛吓唬我呀？吓死我了，还吓唬小朋友们，我们根本都不害怕。